八岁，可惜他已经有老婆了。我会帮他介绍一个好的一个女朋友。太糟了。It's OK。他那个四世王的四个老婆，其他三个都没有生吗？有啊，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小孩，生了四个小孩。那个男的，哎。The first kid, yeah, 10 children. First kid? No, 14. 14. Yeah, yeah. First, 10 children. 10 children. How many? Oh, how many? Two. Five. Oh, five boys. Ah, 5-5. 5-5. So he didn't hold him, so I just gave him. Because this is 亲的四姐妹, so he won't. 他是长子吗?啊?最大的对，他是最大的长子，他是最大的长子。不过现在武士国王他们已经立法哈、哦，就是废除一妻多夫后一夫多妻，他们现在就是一夫一妻制。啊、哦，传说中以前呢，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结婚制度，就是你想两个想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不想在一起就分开。啊、哦，他们现在也是这样。就是你两个结完婚了不想在一起呢，你们就可以离婚，啊，因为这是跟以前古老的宗族传统关系。虽然法律明定是说你们一夫一妻，可是呢，真的两个不和的时候，啊，就离开，哎。可是做错事的那一个人要赔上两倍。好啊、我们已经到了，很快哈、哦。从这里等一下可以遥望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个住的饭店。那去对面，去对面。好。